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安卓版的机器，它可以像你的智能电视一样，一样连接 WiFi， 然后下载和安装各种 APP， 比如说爱奇艺、芒果 TV、当地市场等。你可以想安装其他应用，可以在当地市场里安装。搜索。那连接蓝牙音箱这里，它有一个设置，进去之后往下来，它有一个添加蓝牙设备。那我们首先呢，先把你的蓝牙音箱切换到蓝牙模式，然后进入这个添加蓝牙设备，它就会搜索到你的蓝牙音箱，我的音箱叫 H8。那我们点击连接配对，成功以后它会显示蓝牙连接。那我们退出来，在播放影片的时候，它声音就从蓝牙音箱出来。带来无限精彩，奥妙新降速洗衣液，去除99%。